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荐任何股票，我所论述的股票是我会员手中的股票，我把股名代号都把它涂掉，你们不要去找哈。我不推荐。台股今天三大法人上市上柜全部转为买超，所以理论上开始反弹。我们看今天美国早上的收盘，来，好，这是道琼，我们从道琼开始看哦。道琼今天的收盘在这个位置，这一天叫4月22号收盘在这里，也就代表说道琼已经站上4月22号的收盘。好，那往下看，这个就是纳斯达一样哦，纳斯达也站上了4月22号的收盘。好，再来。汇成半导体，看到啊，这是4月22号，汇成半导体甚至超过了4月20号的一整天的高低点。好，再来 ，S&P 5004月22号也在这里，所以道琼、纳斯达、汇成半导体，还有 S&P 500都已经站上了4月22号的点。好，我们看台股，台股4月22号在这里，今天在这个位置，也就代表什么？如果以美国来讲，按照美国的走势，这里都叫超跌，因为美国已经站上4月22号的收盘，所以这里都超跌，所以台股理论上会开始反弹。那反弹到哪里？还是那句话，像现在台币，来，我们看今天的台币，今天台币就没有再贬值了，有没有？台币今天比昨天还稍微升值一点点，也就是它在这里震荡，所以它就叫反弹。好好检视手中的股票，反弹就是反弹，反弹不是回升，这里离回升还有很远。为什么？你只要看台币，就算要回升，台股要回升，台币也要在这里，我们叫做让台币的贬值这个头然后升值。往下是升值嘛，台币升值，台股才会往上，所以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但是个股就不一样了。我一直跟各位讲了一个概念，我相信去年今年年初我打第三剂莫德纳的时候，我说我是打身体健康的，对不对？我说我打身体健康，看什么叫身体健康？打疫苗的目的不是为了防重症防死嘛？疫苗的目的就是防不要感染才叫疫苗嘛。不然小时候我们打那个天花啊，你打了天花以后，你现在会得天花吗？那才是预防的意义嘛，对不对？所以像小朋友刚出生都打什么3合1、4合1、破伤风啦、百日咳啦，对不对？那个都是预防嘛，就是打了以后就理论上，我们叫多数不会感染才是吧？那现在打那个疫苗，今天台湾好像3万多嘞，会不会很可怕？我会也有人确诊啊，还跟我赖老师，我确诊了，请老师多保重，大家彼此都保重啊。不过我一定不改那个概念哦，一定会有一支疫苗出来，而且它是防感染的。你要去想，现在市场上的疫苗它已经不是防感染，而是防重症嘛。像 A G 已经没有用了嘛。我打2剂 A G， 后来我加莫德纳，对不对啊？现在打 A G 根本就没有用了嘛。也就是腺病毒的已经没有用了嘛。那 m R N A 跟刺蛋白重组蛋白的部分，你认为有用吗？原始的病毒株，武汉病毒株是有用的嘛？可是对不起，我很讲哦。连蚊子都会进化，对不对？病毒不会进化吗？连苍蝇都会进化，连蟑螂都会进化。以前那个我们不是买个蟑螂屋嘛，放在角落，哇，都会连很多蟑螂。现在为什么连不到？有一次我就跟我儿子讨论，我说奇怪，像这个蟑螂哦，这个我们叫连蟑螂的那个蟑螂屋啊，怎么越来越连不到啊？被我们连到都有死了啊，连到就已经死了嘛。啊，死了他又不会去告诉他的下一代说，有蟑螂屋你不要过去。我儿子给我一个很让我们感觉那种思考不一样。他说，那个笨的都已经被你连死了啊，
啊，聪明的不会被你不会跑到蟑螂屋啊，所以聪明的下一代就聪明啊，那个叫进化嘛，病毒也会进化啊，所以原始病毒株当然没有用了啊。我们的疫苗，我们现在人类发明的疫苗，速度比病毒的变种还慢啊，但是一定会出现嘛。不过应该也讲还好啊，你只要身体健康的人哦，现在感染你夜晚感染的人哦，应该讲，你的风险越少，因为病毒不断在人的身上一直感染，人本身就天生人本来就有抗体，天生只是没有办法击溃病毒而确诊而已嘛。那到人身上以后，他在应该讲说被消灭了，然后被减弱了，被降低他毒性以后，他要传染给别人，他会慢慢降低啊。可是还是感染也很不舒服啊。被一只蚊子咬都很不舒服了，何况是确诊？这个大家都知道吧？所以有一天一定会出来啊，一定会出来一只啊。那一只在哪里而已？那一只的疫苗在哪里而已啊？看谁速度比较快嘛，看谁速度比较快嘛。所以来我们来看哦，好，今天我们来看这档广孝疫苗，也就是唐文子这家公司的股票，今天它涨3.03%，今天是157.5%。我从这里颠倒讲回去了，什么叫颠倒讲回去？好，今天在这个位置，好，已经连续三天量缩到不到2000张。你看这一天这一支就7000多张，好，那已经连续三天量缩到不到2000张，而且量都有稍微增加几张，也就是它目前一样叫反弹。那我们去追究这一支啊，这一支。4月20号打下来的这一支哦，来，我们去追求这一支，去了解这一支为什么打下来嘛？好，最低跌了等于总共跌了37.3%，最低哈、哦，最低真的从高低点215到94，很可怕哦。这一倍呢，有时候想一想啊，我说你如果准备好的人，如果你有在做一档股票，你每天。你的操作逻辑都对，就你是策略性的操作，我的会员都很清楚啊。我股票从来不会买到100%，也就手上没有现金。我带会员一定不会说股票你给我买到100%买满没有现金，不会。我们一定是有你手上基本持股是几成，你现金要多少？为什么 ？Just in case 啊，以防万一啊，啊真的万一啊，所以下来啊，那你认为下来是不是？你有准备好的，你有策略的人，对不起，我不要说你一定是人家，最少你下来你捡到便宜啊，对不对？下来你会捡到便宜啊，真的有捡到便宜啊，不是吗？我们这天收盘136.5，我不要你最低的136.5，隔天是114.5，再来是127，隔天114.5哦，这天是127哦，那现在在这个位置，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支哦。我常常跟我的会员讲说，我请问你，他是解盲失败吗？不然怎么会这样崩下来，高低点哦，甚至就是一倍？没有啊，他没有解盲失败啊，他还没解盲啊，而且他还不需要解盲啊，因为他是收权利金啊。来，我们来看什么叫收权利金。我看他的内容哈、哦，来，他写一个，我们就利旺做代表了。利旺是做什么？利旺是说。IP 的功能在降低晶片的开发难度，缩短开发周期，提升晶片的功能。IP 设计者不需要针对晶片的每个细节进行设计与规划，可以通过 IP 业者直接跟他购买他的成熟的 IP 模组，实现某个功能。简而言之 ，IP 就是像堆积木一样，让 IP 设计商可自行堆叠出变化万千的晶片的样貌，也就是细制材，也就是利旺做的模式。这家唐文子他做的就是类似像。细制材一样，来，我们注意看哦，它的功能是什么？降低新药的开发难度，缩短开发的周期，并提升新药的功效。新药开发业者不需针对新药的每个细节进行设计与研发，可以透过 IP 业者，就这家台湾子公司，直接通过授权成熟可靠的技术平台，增强某个特定的功效。简而言之 ，IP 就好像堆积木一样，让新药开发者加速开发出。低毒性高功效的新药，也就是它只要增加某个特定的功效，我常常讲专利药，它有专利有个期限嘛，啊，病毒会进化嘛，
啊，你专利要到期限的，其实我说有一些协名药，一些厂商协名药做协名药，就专利要到期，那就按照配方去做药嘛。所以你看，我们去医院，我常常讲，你到医院看病，如果要智慧的，有时候医生会问你，请问你要用专利的吗？还是要用健保给付的？健保给付是不要钱的，啊，可就不要钱了。啊，专利药有可能看你是不是要好几千块啊？啊，专利药有没有效？各位好好去想就好了嘛。也就是假设你的身体健康的人，哎，健保几乎就够了。假如你的身体没有那么健康，或者你认为命比较重要，这种专利药比较好用啊。可是它有时间性嘛。好，那专利的时间性，病毒会进化嘛，所以它必须要再改革来，在这里嘛。我昨天讲过，在某个特定的功效，就增强某个特性的功效，然后它又可以申请专利了。所以这家台湾子广孝疫苗就在做这个工作嘛，所以我说他就不用授权，他是在卖专利的，他是在授权的，他卖专利，他不需要解盲嘛。啊，这种股价把它打下去，我一直很纳闷。所以好，我们又来回推哦，来这里哈，好，这我用今年的哈，今年来，我们看今年哦，1月4号哈，来1月4号这里叫757。看到1月4号757好，那我们来看这里，来拉近，这是今年它的1月4号，也就是今年它的 K 线图了。好，那你看到这三天，它这里是757哦，这里是150哦，看到这里是150，三天拉150哦，好，也就是封关前三天，封关了哈，好，1月24号，你说1月24号也没怎么涨嘛，对不对？1月24号989而已。1月24号才涨8%，1月25号已经123了，涨多少？涨28.77%。1月26号149，涨32%，也就是两天的时间。你看32+28，然后加一个八，大概就是60%，三天哦，这三天涨了60%。好，那我说那为什么会涨？我会把这个内容等一下会内容讲，然后我先说，好，它跌到这个位置。它跌下来，我请问你，这里跌到91比这里还低啊？91是不是比我们再从一页，从封关前三天哦，这叫989啊，看到吗？989啊，989这里打得比它还更低啊，何况1月25号是123啊。1月26号这多少？已经来到了149了，这三天，可它打到989。我问你好了，我为什么常常用这一张哦？是谁把它打下来的？这个这几个字，各位好好去思考哦。完美的假期行动。好，那我说这三天为什么会拉上来？好，我们又回到我说，其实我做这档股票的初衷啊，然后这过程，那我们来看这里啊。好，这是2019年默克药厂哦，对这家药厂的评论啊，这里面我讲过，我们讲这里说，假设这家台湾子公司可以 做出来的，它所技术出来所制造出来的糖体基腔化抗体，若能在临床上有比较好的效果，而且价格低廉，可以量产在2019年，如果这样子，这家公司它是下一代生物药划时代的突破，看到哦。好，然后呢，这是2019年哦，今年的2月3号，好，你看哦，这家台湾子广孝疫苗公司已经他说我们保密到家国际大药厂至今尚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平台已达到工业化量产的规模，已经成本大幅下降，也就是他已经符合默克药厂的条件，然后呢，他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糖体基腔化抗体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好，这是2月3号，所以你看哦，2月3号我们是在放春假啊，结果人家这三天就赶快买了，为什么？那2月3号过完春节哦，放春节回来已经是2月7号了，所以这段时间人家就先把它买上去了，为什么？怕买不到啊。结果后来当然就涨到这里，然后因为4月20号要做什么？跟我讲过很多遍嘛，6月23号股东会，4月23号你要做股东的人，4月20号那一天你一定要买到，对不对？你要买到啊，你要那一天你的户头要有股票，你才是股东，就是4月20号你要买嘛。因为买卖是交割，要两天 T+2嘛，所以等于4月22号你户头就有这张股票了啊，你就是股东了。那你4月20号买，4月21号你把它卖也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它是4月20号交割嘛，交割是4月22号，
所以四月二十号就是刚好买卖的最后一个日子才能作为股东嘛，所以很刻意有人把它压下来，说一三六点五。那我们讲说，那过程呢、啊？假设它会死，它不行了，它就不会上来了嘛。结果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对不对？然后后来总经理有出来讲说，业界与协会的关系，其实我说他是叫换管换的换，换华收会嘛。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刚才讲哦，它最重要里面的是你看不到的，你也可以去找他的 PowerPoint， 就是他的演讲的内容。他演讲内容，因为你只要演讲都要丢到，你可以到交易所里面的，就我们叫做股市观测站里面去看他华收会的东西，他里面都找得到，但是有些东西他把它盖起来，盖起来里面最重要，保密最重要。那等一下我偷偷的告诉各位，假设你有股票的人来参加会员，休息一下再回来。锁定非凡，掌握未来。周一至周五全球新观点，锁定非凡，掌握未来。周一至周五，非凡新闻通，锁定非凡，掌握未来。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到十点，股市现场，锁定非凡，掌握未来。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锁定非凡，掌握未来。非凡商业台，财经第一台。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与非本节目不推荐任何股票，我手中的股票是我会员手中的股票，那我把它股名代号都把它涂掉了，不推荐，你们不要去买。我们来看它波浪理论怎么走的来。这里叫107，好，打了四连半的大底。好，注意看哦，这条线各位 我都写在这里哦，这叫多空线，很简单的一条线哦，你电脑里面都有哦。好，那它曾经在这里三个礼拜在线的下面。好，那当然从这里就一路上跟你涨到 251.5， 都在线的上面哦。那这一次我说这一次的四月二十号的，我把它解读叫假期行动。好，四月二十号打下来以后，好，我把它放大哈。好，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个礼拜打下来就在线的下面。这是上个礼拜，这是这个礼拜，明天礼拜五收周线，这周线哈，也就明天礼拜五，那
它开盘开146，你认为它明天收盘会跌破146吗？今天收 157.5， 这今天啊，今天收 157.5， 那假设它不会跌破146，它只要不涨不跌，也就是这个 K 线就是红 K 确立。好，那这里 很简单，这里叫初中段了，不用这不用怀疑，走了四年半的时间突破颈线上来，这叫初中段。好，初中段涨到251.5，它总共走了几个礼拜？这里五个礼拜，这里三个礼拜，这里三个礼拜，这里两个礼拜，总共走了13个礼拜，很标准哦，会是系数。好，那如果这里叫主升段，它未来会超过13个礼拜。那现在离股东会6月23号，也就是刚好还有7个礼拜，也就是刚好如果从这里算，刚好会8个礼拜。那我是认为它可能啊，我认为可能8个礼拜都涨，有可能就8个礼拜涨。都在涨，有可能啊？为什么？因为我讲过嘛，我很拿说那个买的价钱嘛，对不对？我有时候开玩笑讲说，那来，我说总经理因为转报申让申报转让，因为要缴税，结果1000张卖了711张，转让了711张，转让的价钱就在这里，很明确哦，711张在这里。198块，那总经理转给谁？来，在这里，这位蔡先生，看到好，看这里来，蔡先生的夫人哦，711张，看到好，好，那转了198块，那我说，股东会这次的股东会是全面改选呐、啊，那我有时候讲说，如果我是蔡先生的夫人，我说啊，您做嘛买198块啊。董监改选的时候，你可能你也是你很多股票啊，你可能也要去，董监改选你有发言权吧？啊，如果股票198比您周妈买的还便宜，啊，你还有面子去开股东会吗？都是开玩笑的，所以我说有可能来，有可能到股东会前，我认为每个礼拜都涨。那当然了哈，他当然如果说很快的涨到198块，那就。不见得是8个礼拜，那就可能涨完了就休息了。那我这是预估了，会不会来？不知道嘛，谁知道？我们只是按一般的常理去推。为什么？你有这档股票吗？我看没有人留了嘛，全部都在这一天被洗下来了嘛。我全部都被洗出来了，在这里被洗出来了，全部啊，全部被洗出来了。因为你也看到转让这些股票转让，它为什么转让？它要缴税。这股票在谁的手上？政府有1/3，有6万张嘛，其他都在大股东的手上嘛。那股东大股东转让只是为了他董监改选，因为今年前面董监改选是为了要应该讲说谁要坐哪个位置，所以股票要转一下嘛。那、啊、再来谁卖的？是一些零的嘛。啊，零的这一次打下来，手上有的人都出了，他出了。所以现在有什么好怕的？我就跟你说，你现在更不用怕。反而比上市上柜的更，它更安全，因为上市上柜 IPO 时候要10%嘛，现在它是183000多张嘛，但如果 IPO 以后挂牌挂上市的时候，它变成说 IPO 给人家抽签就18000张出去啊，那个叫筹，那个叫浮额嘛，啊现在都没有啊，啊所以我刚刚所讲的，它未来搞不好就真的跟你涨到623，那就慢慢涨，每天跟你涨。不要说每天，每个礼拜就跟你涨一下跌一下，涨个一下跌，那收多先给你收个小红，那跟你涨8个礼拜。但是有一点、哦、如果首先的跌到198就不一定、哦、好啊，再来重点来了，会不会有疫苗出来？啊，如果会呢？你以为现在我们把它所有的现在疫苗都全部推翻嘛？你现在打身体健康的，但是一定会有一支是针对奥密克戎的出来嘛？来。看内容哦，看这里哦 ，CH1 哦 ，H1 是世界上第一个糖体镜像化抗体进入人体试验的药物哦。难道我们讲到了疫苗的部分哦？我要遮一下了哈、哦，来，看到哈、哦，中央研究院 COVID-19 的疫苗授权已有的评分，然后这是这家公司的了哈、哦，这家公司我把它盖起来，这是这家公司的了哈、哦，啊，中央研究院的哈、哦，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哦，它里面都全部都盖掉了，我不要给人看的哈，不要看盖掉了哈，啊，我让你看到这个，来拉近，我把它解读出来了哈，
各位，你们看看就好了，看到这个、哦、啊，这个后面当然有了、哦、啊，你看，看到这个、哦，我把它解读出来了、哦、啊啊，现在是四月嘛，五月嘛，现在是五月嘛，啊，他写什么第二季嘛，啊，六月二三号开股东会，六月二三号是第几季？各位好去联想，我说啊，就算没有，最少它是个题材，等到真的是的时候。大家就眼睁睁的看他，要还他一个公道嘛？眼睁睁的看，还他公道是什么？这必须收回去啊，对不对？必须有一只很大的红，可以把这里全部卡掉，把它吃回来啊，那才是利润嘛。那会不会有时候再说，尤其是这种我们叫做生医的东西，不管在临床，不管是在，反正他也不用他是授权的啊。他也不用解盲啊，啊！但是那个时间有时候会比各位想象的还要下课，还要快，嘣就出来了。所以我就跟我的会员讲，我们的股票，你的基本持股一定不能卖。假设你有收到我 call 信的人，你们现在手上的股票是什么？是不是零成本？你有收到我 call 信的 ，call 信里面我是不是写的，是不是零成本？股票你有股票的都是零成本哦。那我几个特别金额比较大的人。他们可能要成本，可是他张数会比较多，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是做长线的 ，call 信里面的可能是做很短的，稍微一赔一下，反正就哀叫的。那我是让你们零成本，可是如果你是量很大的，我亲自在带的，那你就按照我的方式，基本持股一定是不卖，为什么？那突然有一天，嘣，我还是那计划，真的或许有一天真的会乘以 1.5、1.5、1.5 啦，售前。那就等看什么时间了吧。所以你有这档股票的，一定要参加会员，打电话，明头一个时间再会。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